周奇墨试镜，大家好，我是周奇墨，是一名全职的脱口秀演员。2020年度脱口秀演员排行榜的第八名，周奇墨老师。去年上完脱口秀大会之后有什么变化？之前最多也就是二三百人这样的场子。最近不理解万岁专场巡演都是千人左右了。他太强了，他是我觉得从把线下的东西搬到线上还是这么好的一个榜样。每一次看他的段子都有一种我不配干这行的那种感觉。最想看谁 PK？ 最想看到是呼兰 PK 周奇墨，周奇墨又意思说呼兰是男人就站起来，是男人你就站出来，呼兰。呼兰又一次站起来把周奇墨淘汰了，然后李诞又一次把周奇墨复活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看。我今年希望在脱口秀大会能进总决赛。周奇墨今年没有复活了，你得悠着点啊。哎，大家好，我是周奇墨啊。谢谢啊。我平时呢经常会愿意去快餐店吃饭啊。我就特别讨厌店里的一种人，就是那种点餐特别慢的人，他会活活把一个快餐店变成慢餐店。我有一次去一个面馆点餐，不知道为啥哈，排在我前面那个哥们儿，轮到他点餐的时候就跟个傻子一样，就往那一站。你们这儿都有啥吃的？服务员说啊，我们这个都是面，菜单都在上面，您看一下。啊，哎，那个酸辣笋尖面啊，来一份酸辣笋尖面是吗？不是，那里面都有啥呀？哦，那里面主要就是笋尖还有面。啊，笋尖那就算了吧。那你我看一下，那你给我来一个，你给我来一个那个什么吧，啊、我真牛，你给我来一个那个，哦，下面也有啊。哦，都一样的是吗？牛肉面，牛肉面，酸辣笋尖面，酸辣笋尖。行吧，那要么你就给我来这个酸辣笋尖面吧，然后不要辣。服务员说：“先生，我们这个汤就是辣的，做不了不辣的。哦，别的面都可以做不辣的。哦，别的都可以做不辣的。行吧。”就是渣，然后他就走了。我在他后面想，你是个大熊猫吗？你只能吃个原味的笋啊。大熊猫在四川待久了都能吃酸辣笋尖了。我排在他后面，我真的特别的生气。我气到什么程度，就轮到我点餐的时候呀，我特别想把刚才逝去的时间都补回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点餐，轮到我的时候就是酸辣笋尖面在这吃，微信。那个感觉就是哥们儿懂行，是不是？哥们儿跟那傻子不一样啊。我太猛，段子太硬了。哎呀，我还挺佩服这种人的。其实我最佩服的人啊是天津大爷，当然这是那种好的佩服。我就感觉没有天津大爷解决不了的事儿。我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天津的大爷上楼劝说一个要跳楼轻生的少年啊，因为那哥们儿失恋了。这大爷就很强势，
啊，一上去就是，小伙子你下来啊，你这是干嘛呢？啊，没有用啊，没有用，为一女的你至于吗？你至于吗？啊，你今年二十几啊？二十几？十八。借你是青春期呀、啊，啊，青春期，你听伯伯的，听伯伯的啊，伯伯是过来人啊，娘们有的是啊。然后这哥们儿就下来了，就非常管用，因为很强势呢，让他没有时间的思考。但是你看美国人谈判一般翻来覆去就那几招，比如面对着一个劫持人质的歹徒，一个谈判专家可能会上去 Hey buddy I'm not armed OK I'm not armed Please do not harm the girl OK You wanna talk Can we talk No OK Relax Relax Jesus Relax Relax You wanna talk to your mom No Your girlfriend No I told you I want $1 mill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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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时候呢，警戒线外面可能已经围着很多人在那儿围观啊，其中就有一个去美国旅游的天津大爷是吧？啊，杰斯干嘛呢？杰斯啊！拔的拔的抓破他干啊抓破他干又动用 what 呢动用啊动用 what 呢 listen to bye bye listen to bye bye 啊You want money 吗 ？You want money 吗 ？You make 呀、啊、？You make you 团体 how much 啊？团体 23，You have 50 years to go 啊？啊 ？Harry what 呀 ？Harry 啊 ？Listen to 白白 ，Listen to 白白啊 ？You come to China and be an English teacher 啊？那 girls all yours 啊，好，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感觉周老板，这应该参加演员演员请就位啊！我这对好厉害，这都不用说了。周老板今年怎么这一上来就把大招放了？今年形势太严峻了，新人都太厉害了，老选手也很厉害，所以就基本上把我最好的段子放在第一轮。这是我之前听是你巡演里的段子吗？对，这是我巡演里的段子。那巡演咱还接着做吗？争取明年再有新的内容再做吧，今年已经做完了。这巡演叫什么名？叫 Listen to 拜拜。他的巡演叫不理解万岁。绝技了，绝版了、绝版了，出盘嘛。但是在脱口秀大会的大会上还是慢慢能看到里面的段子。因为这个之前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嘛，这周老板在那个专场里非常强的一套段子，但是即使听过还是无法控制对笑，太厉害了。Listen to 拜拜简直是这是底儿，我真的是水平太高了，真的是哇，真是。周老板今年有什么？今年有什么目标吗？今年的目标啊，今年希望在没有复活的情况下能进半决赛吧，对，然后冲击总决赛，对。哎。
我觉得跟周老板其实在赛前交流过一下，感觉今年心态比去年好点。对，今年更平静一些，因为去年遭受了很多波折啊，把我这个心态呢锻炼得很平静，现在已经任何结果我都可以接受。对，像一个天津大爷一样。对对对，心很宽啊。好，让我们恭喜周老板进入晋级区。谢谢。可以，这个有点无敌啊，这。第一次进突围赛，周老板那是真的天花板，就是天花板。周奇墨呀，周奇墨太厉害了，因为周奇墨直接就入了，一下子让观众带入进去了，就开始讲，你就感觉他那五分钟是个艺术品。这没办法，这有就是有实力哈，厉害啊，真是有实力。脸呢？我不配坐在这儿，我不行了，应该让我下去吧，好吧？让鸟鸟、小佳还有周老板给他们腾仨座，好不好？啊、太吓人。